那北京的一家牛街的啊，也算北京的一家老字号。哎，年纪，他这儿酱牛肉出名。牛街的这个年纪的酱牛肉啊，出名啊。最近他又有一个新的品种，新的品种呢就是年纪的豆汁冰激凌。哎，有两个味儿的，有海盐的原味的。咱们这样，咱们到他铺子里看看，看看。这是你不小两，这咱们有几种？两种口味，一个是原味的，一个是海盐的。哪个好吃？个人喜欢海盐的，其实都挺好的。原味的哈，海盐的就是咸点儿，稍微有点微甜，有点微甜是吧？微咸。哦，微咸哈，哦。写营业执照上的吧。真的，两种口味。对，有点微甜。那这个也甜甜吗？微甜咸。海盐的，这个卖的怎么样？咱们现在14号楼，还挺好。一天能卖多少？一成卖几百个哈。一天，因为好了，我那天就偶尔拍几张照片，好多人都问说哪儿卖。我说可能我老拍点视频，也拍过咱们这儿不少。那牛街阿里，我不知道您看没看，那就是我。那您呢？那就是我。嗯。这见着真人了。是见着真人了。我有时候拍咱们街里边点东西，咱们这儿我也拍了不少。是吧？嗯。这豆汁卖的。豆汁挺好哈，豆汁冰淇淋，这新鲜东西。对，我们自己研发的，跟那个外面的不一样。哦，这是咱们自己研发的哈。对。哦。这主要就是成分，就是豆汁儿，还有什么牛奶啊，还牛奶，还有那什么哈，冰淇淋的。咱还有好多家那儿。哦。